序言：2022年2月10日，奇葩说辩手、著名主持人大王晒照宣布结婚，还晒出结婚证件照以及登记现场的照片。大王原名叫沈夏，老公是演员吕鹏星，代表作有电视剧《红颜喜妃》等。去年，杨紫参加湖南卫视真人秀《向往的生活》时，只提到了乔欣一个好朋友，没有提大王。非著名舆评人吴清宫指出，杨紫的这个回复疑似暴露了两个好友，除了大王还有王俊凯，因为杨紫用了王俊凯的名言祝福大王。 TFBOYS 刚出道的时候，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一起参加活动，现场人山人海，王俊凯劝粉丝注意安全时说了一句话：大家别拥挤，每个人受伤我都会很伤心的。 OK， 前不久央视记者采访王俊凯，还让王俊凯用自己的名言造句。王俊凯说：每个人在用这段话我都会伤心的。 OK， 杨紫应该也看到了这个热搜，所以她故意用王俊凯的名言造句，就是要气一气王俊凯，说明他们的关系是真的好。除了杨紫，大王还有几个圈内好友在微博公开祝福他结婚了，都是奇葩说的辩手，一个是姜思达，一个是颜如晶。颜如晶还晒出了大王给他的私信，大王希望颜如晶给他当花童。虽然颜如晶长得很年轻，但毕竟已经30多岁了，当花童不合适吧。张杰当初也比谢娜的名气小，但是他没有吃软饭啊，两个人现在可幸福了。讨论，你觉得大王和吕鹏星能白头偕老吗？